帅哥熊。准备好了，请开始考试。准备好了，请开始考试。右后方有学员通过，左前方有学员通过。起步，继续完成考试。因操作不当造成发动机熄火一次，扣十分。等待监管系统回应，请稍后。考试不合格，你的扣分项目是：启动发动机时，变速器操纵杆位置于空档，扣100分。请启动发动机，下面将进行模拟夜间行驶场景灯光使用的考试，请按语音指令在5秒内做出相应的灯光操作。请开启前照灯，夜间超越前方车辆，夜间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条件下行驶，夜间直行通过路口，夜间通过拱桥，路边临时停车。模拟夜间考试完成，请关闭所有灯光，请起步继续完成考试。等待监管系统回应，请稍后。考试不合格，你的扣分项目是不松驻车制动器起步，未及时纠正，扣100分。你的手刹都没放好，你再看你的安全带，你都寄到我这里来了。你戴个手，你戴个手没有？